期宫斗剧《延禧攻略》的热播火了一大批演员，而饰演女主魏璎珞的吴谨言更是成为了新晋话题女王。日前，吴谨言首都拍摄的一组时装大片曝光，照片里的她跳脱了观众所熟悉的古装风格，演绎百变的现代时尚。我们的璎珞小姐姐换上了现代装扮，更是美出新高度啊，气场全开。网友们纷纷留言：“吴谨言时尚大片简直美爆，我魏姐超好看，不接受反驳。”芒果捞新闻是美丽的璎珞小姐姐啦，报道。